老师，请讲一下滑板弧圈球。啊，讲一下滑板弧圈球的技术特点，怎么运用？什么球适合滑板？其实什么球适合滑板，一般就是我们侧身去拉冲的时候，有些球我们可以用滑板去，是吧？去拉个斜线。啊，正手位的球呢，一般也可以拉滑板，但是我们一般不那样去拉，风险比较大。滑板呢，可能我们拉斜线的比较多一点。啊，去拉斜线，侧身位的去拉斜线的这种滑板，弧线比较长，这种上台率更高。你在正手位，你去拉滑板去滑直线，太难了，这个难度太高了，啊，你不是很好的手感，很难控制。我们来讲滑板弧圈球的这个动作要领和技术特点吧。滑板弧圈球，它其实发力在于哪里呢？在于手腕的拍面的调整和改变。我们整个滑板弧圈球的拉球的技术动作和我们一般正手动作差不多，正手拉球的这个动作差不多，一般我们拉弧圈球的动作是吧？那我们拉滑板的时候，这个手啊就不要往前去自动了，往侧面去滑啊，对着右侧上来。你看这个手臂的用力呢，它有点比较直，你看这个伸的比较直，它没有说去收，对吧？没有说去收拢啊，往斜线方向收拢，它可能伸的比较直出去。一般这样的动作呢，滑完了起来，滑完再起来啊，这是滑板弧圈球的动作。所以很关键的还是对于我们手腕对于拍面的控制很重要，是吧？手腕也是放松的，只不过我拍面在外展的时候呢，外展的时候对着我直线的方向多一点，啊，对着直线方向多一点，然后收拢以后呢，起来，你就不要跟随前臂一起，啊，一起去收，你放松点，手腕对着直线的方向，啊，就可以拉出滑板。所以这个滑板就相当于用我们的身体，把手臂给滑出去，啊，向前甩出去，甩的时候呢，就感觉这个前臂啊好像脱离了身体，就是我一甩啊，这个前臂好像就朝着右边的方向出去了啊，甩出去了吧，前臂它没有跟着身体往左边用力啊，这叫滑板，滑出去了，前臂滑出去了，对吧？它的方向就朝哪里呢？朝这边走了啊，滑出去了嘛，滑到这边去了，然后你再收拢，其实动作已经做完了啊，这是滑板。一般就是说拉滑板的话呢，直拍更好拉一点，因为直拍很多人的握拍呀，它本身就有点痞，是吧？我看有些业余爱好者拉过去的球啊，板板都是滑板，哈，他就没有这个正常的拉球路线，他全是滑板，因为他拉球的时候手腕就在痞，他痞完不是这个角度了，这样去拉的，所以他板板都是滑板，啊，在直拍呢，拉滑板就是一样的这个道理。拍面撇一点是吧，撇一点出去，这就是滑板。那有些人是这样去拉球啊，那也不对，那全是滑板啊，手腕都撇成这样了啊，那也不行。